三、二、一。正在整理屋子的时候，发现有本书忘了还，哎呦，塞在这里呀、啊！怪不得还没有发现呢、啊。哎呀，赶快打个电话跟那机器人店长讲一下。奶奶，奶奶，我要去机器人书店哦。哎，正好正好，琪琪，那你能不能帮我还书啊？嗯，好啊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小帮手。不客气。等你回来，请你吃大布丁。哇，好大的布丁哦，我要吃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李玲啊，这个大布丁啊，是我特别为琪琪哥哥准备的，你不能吃。啊？为什么只有哥哥有大布丁？那是因为啊，琪琪哥哥帮我去还书啊，我要特别谢谢他的。哦，那奶奶，你有没有别的事情需要帮忙的？我可以帮忙哦。暂时没有啊，想一下嘛，如果有想到要跟我说哦。好好，想一下想一下。耶，这么开心啊，好可爱啊。那我们呢来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水果，水果，冰淇淋，冰淇淋，加上三声大笑，吃得完吗？吃得完啊。哦，如果你吃不完，可以分给我哦。不用。哎、你是不是想吃我的大布丁？哦，没有。要飞毛腿英雄才可以吃这个大布丁哦。哎，我也可以当飞毛腿英雄啊。你？哦，哈，男生才可以当飞毛腿英雄。李玲，李玲。哎，我想到了啊。那个早上小怪兽船长问啊，他想要有一个怪兽旗子，你去帮忙找找看哪里有怪兽旗子，给他。嗯，好啊，我去。哎，要不要吃完蛋糕再去啊？不用。旗子，哈，我知道哪里有。哎，琪琪，
怎么两个都不吃了？小怪兽船长，我找到你要的旗子了。可是刚刚琪琪已经给我了。哥哥已经给你了。怎么这样？看吧，我才是真正的飞毛腿。琪琪啊，你一个人在那边高兴什么呀？没有啦，我要去吃大布丁了。琪琪去吃大布丁，那我们呢？来来来，我们来听个好听的故事。故事喵喵。没关系，老师再做一遍给你看哦，像这样。哇，老师好厉害呀！多练习几次就会啦。救命啊！老师救我！把你抓起来！停！不可以吓同学哦。我们是在当老鹰啊，可是你们的样子好可怕哦。是你太胆小了。对啊。好吧，下课了。那么今天的回家功课就是一起做小鸟。小鸟作业要像这个样子做得漂亮一点哦。人都不见了。没有发烧了。耶！波波，你的感冒好了吗？好了。今天的功课是什么啊？今天的功课是做小鸟，但是龙龙他们太吵了，你可以让他们安静下来吗？可以啊，我马上过去。这是什么？我爸爸发明的飞飞背包，很酷哦。戴上去以后，就能跟真正的小鸟一样飞上天了。真的耶！哇！谁叫你要乱吃东西？可是我是飞最快的小鸟。是最贪吃的小鸟吧？好像是。
喜欢唱歌吗？一起听听看大家为什么爱唱歌。因为唱歌的时候很开心，很开心。熊爸爸，你为什么爱唱歌？因为我每天会对儿子唱。啊喵喵。快兔妈妈，为什么爱唱歌？嘘，我的宝贝睡着啦。哟呼！掌声！大声唱歌，可以让人超开心哦。拜年做门票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哦，萨拉米亚！哆来咪发嗦，我们要伴奏啊！一起唱歌，真快乐。水果冰淇淋。奶奶，快点嘛！再想想看，我还要帮什么忙？好好好，再想想，再想，我再想。嗯，我这次一定要比哥哥快。要比琪琪快啊！哎，你们两个是在比赛什么吗？奶奶，你不要管了，快点帮我想还要做什么啊？想一想。哦，我今天还没有浇花。哦耶！谢谢奶奶。哎，不客气。哎呦，什么不客气？是应该我要谢谢他。哎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浇花啊。啊，可是我要浇花的。嗯，我也可以浇花啊。你这样很讨厌啦。好了好了，别难过啦。人家到的时候，哥哥已经在浇花了啦，所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啊，哎，你们都想要帮忙嘛，他浇花也很好啊，不用难过啦。为什么哥哥每次都比我快？哎呦，好了，别难过了，去吃点点心吧。我现在不想吃啦。哎，李林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应该找琪琪问一下哦。亮亮来了，好，我们跟着亮亮去找美人鱼。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说，所以一起听歌吧，听歌。什么事情啊？噔噔，这个玩具你们还要不要玩？不要。那这个呢？还要不要玩？不玩。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跳跳，你问这些要做什么呀？呵呵，我要拿去做爱心义卖。爱心义卖？你是说这个玩具可以卖钱，然后帮助有需要的人吗？对，我现在要出发了，拜拜。我们也去参加爱心义卖。现在我们有事情要忙咯，大家先去听歌吧。听歌耶。山上有怪兽，树林像迷宫，
线索，不乱跑，找帮忙。琪琪啊，奶奶啊，我想请问你啊，你是哥哥对呗？对啊。哎呀，那做哥哥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比弟弟妹妹都厉害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偷偷告诉你啊，玲玲刚才在那边哭哎。她干嘛哭？她就觉得她自己做什么都不好啊，慢吞吞的，做什么都没有你厉害。其实哦，他也没有那么慢啦，是因为我太厉害。对呀，就是你实在太厉害了啊！那能不能请你做一个真正很厉害的开心英雄，让玲玲变开心，你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想跟哥哥一样厉害哟。玲玲，玲玲，快来帮忙抓美女狗。为什么要抓美女狗啊？因为她把奶奶的电话咬走了，她奶奶现在不能讲电话。快点去把奶奶的电话救回来。走。哎呦，哇哦，两位小帮手出发了，希望他们能够成功啊。好，哎，那我们呢，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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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飞宝家族好开心，因为滴答兔今天来家里做客。玩了很久以后，滴答兔想回家。首先要来第一关了啊，找到花跟花盆一样的哦，墨镜花，很好。再来看一看，是不是一样哦？小心哦。哦，很好，哇，好棒哦。哇，选一选啊，不要紧张。哦，也不错哎，我还把它放好。哦，很棒，很仔细，很紧张啊。你可以笑一笑，也不错啊。没关系，专心这样也很好。厉害，过了第一关，快来救我！第二关，摇摆天平。小心小心，要找出正确的物品和数量才行哦。不会数数的小朋友不要来。第一关有两题哦。第一题有几瓶牛奶呢？一瓶，再去找两瓶，三瓶。好的，答对第一题了。第二题比较难哦，看清楚一点哦。很好，放好。然后呢？再看一下题目。好。你要去哪里？很好，再来啊！好，对不对呢？哎耶，太好了，过了第二关，快来救我！第三关，整理高手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赶快把东西收拾好，才能过关。嘿嘿，我猜你一定来。
来不及。先看清楚房间里的东西哦。第三关，看清楚提示之后来把东西放好。哎，对，哦，枕头，嗯，很好。你好仔细啊！哎呦哇，对，还要转过来，你好棒啊！还有呢，要不要笑一下？哎呀，不需要笑，没关系。好，哦，对吧？椅子很缓慢，很棒，很谨慎，很仔细，加油！还有呢，我看一下提示，好，看一下，哦，嗯，帽子，哎。放好，哇，你很棒，小心谨慎，你就是今天的小勇士，笑一下嘛，耶！哇，哟，哈哈，谢谢小朋友，我自由了，哦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我明天再来玩。真好，还好有玲玲帮忙，是哥哥聪明，用饼干跟美女狗交换。你们两个都很棒，谢谢。太好了，还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，琪琪啊就去帮我还书啊。为了要谢谢琪琪，我请琪琪啊吃大布丁。玲玲看了呢，也想跟琪琪一样厉害，两个人呢。就偷偷的比赛，可是老是比输的玲玲啊，难过的都哭了。幸好琪琪愿意帮忙当开心英雄，让玲玲重新变开心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哦，好棒的蛋糕哦！想吃我的布丁吗？嗯，想。那分你一些吧。哦，谢谢哥哥。不客气。我吃了。等一下，在你们分享大布丁之前呢，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。小朋友想要变厉害，也愿意帮助别人的朋友，说什么呢？拜拜。水果，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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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